好，欢迎收看 TNews 联播网，我是主播陈香怡，带您聚焦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疫情趋缓，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放宽了防疫规定，宣布全市21家 KTV 可以从10月5号起复业。不过，民众唱歌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而且是禁止饮食的。而 KTV 业者呢，也表示，以目前的防疫规定来说，的确可能会影响到来客的意愿。不过呢，能够恢复营业就是好的开始。疫情趋缓，中央宣布10月5号起有条件开放娱乐场所，包括电子游艺场、KTV、桌游、麻将等场所。而桃园市也随即宣布复业指引，其中大家最关心的 KTV 复业指引也出炉。那 KTV 的部分是恢复，那但是需要戴口罩，包括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但目前还没有开放餐饮内用。那这部分。我们会视实际的营业恢复的情况再向指挥中心来反映。为了防疫，民众在 KTV 欢唱不但不能脱口罩，而且禁止饮食，包厢也要落实每2小时换气，每组顾客使用后包厢清洁消毒，同时与下一组顾客要间隔至少30分钟。规定一出，让民众很傻眼，而业者虽然有点无奈，但普遍还是认为能营业就是好事。大概剩4-5成吧，对来客的意愿，那人数也不能太多啊，但是总是可以开业是好的。餐饮的部分也是这样，没办法。那就期望说未来可以，我们守护得很好，就可以再继续把餐点开业。防疫规定严，加上禁止饮食，业者评估可能会影响来客意愿，业绩大概仅有疫情前的一半。但疫情趋缓，政府放宽规定，让经济生活逐步复苏，业者还是乐观启程。放宽的还有电影院和艺文场馆的防疫规定。桃园市政府除了鼓励民众参与艺文活动，更推出挺文创送你看电影，以及挺文创送你抵用券活动。10月2号开始呢，只要看艺文表演，或是到了7大艺文场馆来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电影票。疫情趋于稳定，艺文展演活动和电影院的防疫规定适度松绑，表演场馆和电影院可以在10连制全程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按照场地的座位数入座，不必再采行梅花座或者是减少入场人数。这项松绑让室内室外的艺文展演活动可以正常举办，有了更大的空间。现在展演活动开放，这个室内不限80人，户外不限300人。那目前最新的规范是室内可以按照原来的座位数来这个就座，那户外的话是降载一半，那我想这个会对于展览活动的推动有很大的帮助。桃园市从10月2号起鼓励进剧场，只要是购买演艺厅或者是展演中心800元以上的票券，或者是铁玫瑰艺术节等19个场次的票券，就有机会得到电影票。另外，10月16号起到7大艺文场馆消费满800元挺文创，也能够获得限量的电影票。到我们7大艺文场馆，这个买7送1啦哈。我们到7大艺文场馆，那我们会送一张这个8大影城的电影票。那这个计划也这个推动的蛮顺利的。那很多人到艺文场所消费，那同时得到一张电影票。从10月16号起到明年的4月30号，持振兴券、易放券和好事成双券到独立书店消费，也有单笔500元以上消费送100元抵用券，或者是满1500元送500元超商礼券的活动。振兴独立书店的商机，也培养艺文活动的消费习惯。国庆烟火相当的壮观，但想要在海景第一排欣赏的民众，别忘了。从10月1号到4号，要到高雄市政府 LINE 的官方账号来预约登记抽签。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呢，只有20000人可以近距离来欣赏绚烂的焰火。那如果没有被抽中，也不要失望。市府观光局也公布了10大最佳观赏地点，借由360度的高雄港湾，从远处一样也可以欣赏得到。高雄的夜空成为画布，五彩缤纷的焰火将黑夜点缀成华丽的图画。2021国庆焰火重返高雄，高雄市政府日前在港湾区释放3分钟，
绚丽耀眼的焰火非常吸睛。由于疫情关系，海景第一排的观赏场域只开放20,000人入场，市府观光局也公布要如何进行预约抽签。要先加入高雄市政府 LINE 的官方账号，然后在10月1号的上午9点到10月4号的下午6点，可以在高雄市政府 LINE 官方账号下方的图文选单呢、登录国庆烟火预约平台来进行登记。这边要强调一下，您登记时间的早晚跟你中签的几率是无关的。我们会在10月5号的下午3点来抽签公布中选的名单，然后同时也会以简讯跟推播通知民众，特别是中选的民众来进行领票，然后在10月9号的晚上11点之前要完成领票的动作。我们一张票是2人同行，所以您在领票的同时呢，也要登记您跟同行的亲朋好友的相关的资讯。观光局表示，如果预约没有被抽中，也不要感到失望，因为今年使用的大口径焰火释放高度，欣赏的是整个焰火绽放的美景，从远处观赏就可以将整个释放面完整收入，而360度的高雄港湾就好像是国庆焰火的四面舞台，因此在以下这些地方也可以欣赏得到。其实它就好像一个演唱会四面台的一个概念，在很多外围环绕着这高雄港区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烟火的景色，包括了像寿山的情人观景台，还有西子湾，还有西子湾游客中心、哈马星铁道园区，以及星光水岸公园，乃至于旗津的轮渡站周边，还有旗津星空隧道旁的玛雅各自行车道等等，将近有10处的地点都是非常适合民众来欣赏烟火的。当然有一处就是市民朋友心中都有一块秘境的观赏地点呢、也许就是您家的阳台或者是顶楼，只要高度够呢，其实大家可以360度的以不同的角度来俯瞰今年的国庆烟火。想要近距离欣赏国庆焰火的民众，可别忘了在10月1号到高雄市政府 LINE 官方账号连接预约系统登记参加抽签。如果错过或是没有被抽中，还是可以透过高雄港湾沿岸观光局公布的最佳地点来远处观赏，欣赏国庆焰火的绚丽与震撼。第二剂的疫苗是开始陆续接种了，台中市开放了8万个名额给民众来预约高端第二剂，一共有6万多人完成了预约，而市议员张耀忠以及立委张廖万坚也在今天完成了第二剂的施打，没有产生副作用，用行动挺国产疫苗，提升群体的免疫力。一早诊所就出现排队人潮，台中市开放8万个名额接种第二剂高端疫苗，共有将近7万人预约，民众的报到率也相当高，大约有90%左右。知道是最近的施打率，所以回诊率非常的高，好，尤其是高端的第二剂大家就非常踊跃那个回诊，几乎都是90%以上的那个报到率。我们这边大概每天大概有60-70个人，过来这边打。各接种站的施打率也都非常的踊跃。对，第一天就直接约了，就没再怕，我就高端支持国产的。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就只有5天的比较想睡觉而已。还好你，他去哪里？填写基本资料，医生问诊确认没有异状，拿出针筒准备施打疫苗。竖起来鬼摇，短短几秒钟时间顺利接种完毕。一个月前高端疫苗开放接种，多位民代就以实际行动力挺国产疫苗，市议员张耀忠和立委张廖万坚也在今天进行第二剂接种，过程顺利，没有产生副作用。跟电击会赶快就是像蚊子叮的感觉那没什么痛感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痛感，但是我打了第一针以后，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只有用行动来支持国产疫苗，我更应该去了解说为什么要打这个国产疫苗。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我回去做了一些功课了哈，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你有科学证据的证明之下，你也支持高端疫苗。目前诊所持续开放高端疫苗预约，平均一天可以施打60到70剂。民代带头施打，要增加民众信心，提升疫苗覆盖率，增加群体的免疫力。
另外看到，就是各校也持续在进行 BNT 疫苗的施打哦。那桃园市呢，今天有12所国中都是在首波开打的名单当中，而桃园市第二大校大成国中总施打学生数是多达了2107人，从一早7点多就已经开始准备。桃园市国中开打 BNT 的第一天，共有12所国中都在今天施打，包括桃园市国中第二大校大成国中，总学生人数2228人，施打人数有2107人，施打率将近95%。学校和罗九胜小儿专科诊所合作，从一早7点开始施打疫苗，预计到下午4点施打完成。我觉得现在很煎熬，现在真的不会痛。你事前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没有，就觉得很顺利这样。对，一开始觉得还好，但到这边就觉得很紧张，打完就蛮放松的，很舒服。现在打完疫苗后最想做的是什么？睡觉。由于学生人数众多，诊所也邀集其他3家诊所人力到场协助，共出动了8名护理师、10位行政人员以及6到8位的医生，因此在问诊的部分还是非常细心。校方安排统一动线，施打完之后也特别提醒后续注意事项，保障学生的安全。就很紧张啊，然后有一点点痛，然后现在热热的，没有了。之后知道要怎么样观察身体的状况，那就多喝水啊，然后不要做剧烈运动。由于 BNT 的副作用包含心肌炎，学生在施打后的28天之内都要特别留意身体的变化。报道真相，最深入在地，站在新闻最前线，追踪探讨你我的大小事，听 news 一网打尽。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高雄，专业温暖在地，都在 TNews 联播网。台湾产业发展，移工的付出是功不可没的，而提升他们的防疫需求，新竹县政府与仲介公司合作，释出了254间专属的隔离房，一旦出现确诊呢，就能及时来隔离。而明年开始，每位移工居住面积也会提高到3.6平方公尺，完善移工的生活环境。新竹县工业生技产业快速发展，不乏许多外籍移工的协助，完善他们的防疫需求。县府不仅制作了各国语言的就医讯息，更协调企业释出254间的隔离房。移工的问题啊，我们相信也非常的重视啊，尤其我们移工的一个活动空间，以及我们移工的一个整个管理的部分啊，对于移工的住宿空间。也依照这个移工的一个相关的指引来办理。过去是一个3.2平方米的一个空间，现在的法令规定希望移工在住宿的部分也能够有3.6平方米的空间。在生产线上辛劳付出或是照顾长者，统计新竹县外籍移工共有28699人，而过去移工的宿舍大多有限，是4到6人一房，但从明年元旦开始，居住空间的面积将从现行的每人3.2平方公尺提高到3.6平方公尺，居住更舒适不拥挤。而县府更与县内的人力仲介公司协调，建立了合作的机制，把闲置空间整顿是出254间作为一人一室的隔离住所，一旦发生确诊，就能快速框列进行隔离，避免疫情扩散。县府在9月3号的时候邀集本县各大仲介公司来参加会议，针对防疫隔离空间统一调度使用的一个部分，建立起这个合作机制。那会中呢，仲介公司呢，所有的仲介公司也都赞同本府的一个主张。来协调闲置空间的一个理念啊，上周已经陆续释出254间合格的防疫隔离住所。接续县府将针对移工的工作区及生活区分层分流，不同雇主移工不混住，公共区分时段使用，每天进行健康监测，记录足迹，要保障移工的防疫权益。
位在苗128县道上的苗栗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这办公厅舍已经有将近40年了，因为老旧龟裂被列为了是危楼，而苗栗县政府是补助大约有2400万元原地重建，这工程历经了一年是欢喜落成，大大提升了洽工环境，也持续守护地方治安。战鼓舞狮和地方社团歌舞表演轮番演出，祝贺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新建大楼落成，也为启用典礼迎接各界贵宾。乌梅派出所犹如守护乡亲的堡垒，民国70年使用至今，屋龄将近40年的危楼需要重建，苗栗县政府补助2400万，选择在原址新建全新的办公厅舍。日据时代的厅舍不堪使用，然后在70年的时候又重新的改建。70年过了以后啊，那也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因为房子也旧了，然后这个钱物也重了啊，那不敷使用的情况之下啊，就有改建。工期历经大约一年，日前还喜竣工，因疫情关系已先行迁入办公，而主体建筑物从原本的一层楼扩建为两层楼，总楼地板面积大约165坪左右。启用典礼由县长萧长等人在停车广场植树，绿化环境为派出所增添欣欣向荣景色。历经了三个局长，之前的林国清局长、翁群仁翁局长还有本人，那我想这个部分非常感谢县长还有议长还有各级民意代表还有地方民众的支持，让我们乌梅所能够在原址重建。我想这加重了我们的责任，不仅在办公环境上让民众跟同仁有个良好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要回报的就是以执行的效率跟优良的服务的品质来回馈。请用钱，乌梅派出所新建大楼剪彩，众人欢喜揭牌，共同开启正义之门，象征维护地方治安，全年全天候不打烊。同样也是来自警界的消息，台中丰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在日据时期新建的，一共是有11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使用空间呢早已经不足，耐震强度也需要再加强。中央和市府是共同补助，要花费6350万元，把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建物给保留整修，并且要新建3层楼的新建物，意愿让原警们有更安全的办公环境。国运昌隆，请动参。市长卢秀燕携手众人进行开工动土典礼。已经有118年历史的丰原分局社口派出所将保留具有文化资产的建物，并且新建3层楼厅舍。我们新的社口派出所动工，原来的派出所是日本大正年间所盖的哈，它的历史久远，是个文化古迹啊，有100多年的历史。可是呢，100多年的历史年久失修，而且耐震度不足，是一个危楼。这么多年来，地方的士绅、警察局都希望能够把它给改建。社口派出所在日据时期大正年间新建，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外观可以明显看出斑驳龟裂，除了老旧空间不足外，结构系统跟耐震强度也需要加强。为了保存文化资产，同时让原警有安全的办公环境，市府花费了1500万元的第二预备金作为旧建物的修复费用，新厅舍的部分则是由中央补助4350万元，加上地方人士赞助500万来新建，总经费6350万元，要打造新旧共构的新面貌，新旧并成，两全其美哈。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派出所，那可以让警察的兄弟姐妹们好好的维护我们的治安。那同时呢，地方士绅希望改建的心情能够完成，要照顾我们警察弟兄的这样一个心愿哈，能够落实。那我们希望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人员平安。就有厅舍修复保存新建物，未来也能够容纳更多洽工的民众。预计明年12月完工，让原警有安全的办公环境，提升执勤效能。苗栗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今年呢持续开办职训课程，包含了堆高机、固定式起重机、使用起重机具从事吊挂作业人员3个训练班，还有就是企业 CEO 的拔尖计划。
四项课程呢将会提供60人次训练机会，帮助民众提升专业技能。苗栗县政府提升自我增进职能计划启动，今年开办四项课程班别，提供60人次的训练机会。为了保障这个工厂的这个这个安全啊，不容许有公安事件发生了、所以这些的都一定要有执照才能够雇用。反过来讲呢，这些的劳工也因为你有执照，而你可能每个月都收了好几千块的一个这个专业的执照的操作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自我向上的提升。县府今年开班包含堆高机操作人员、固定式起重机操作人员、使用起重机具从事吊挂作业人员训练班，拥有相关的技术证照，未来可以投入工厂的厂房，包含仓储还有物流行业。除了技术类的职训，今年开设企业 CEO 拔尖计划班别成为特色亮点。我们也都知道，事实上一个卓越的企业领导者啊，除了说要有专业的学养以外，那也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年这个计划，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尽早来培养我们的企业二代跟专业经理人，让他们能够尽早的做一些经验的一个传承，让企业能够有序经营，那进而也能够帮企业创造更卓越的一个绩效啊。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开了一个企业 CEO 的一个拔尖计划啊。职训课程目前都开放报名中，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加分，求职就业之路更加的宽阔。新北市即将在明年成立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在今年4月是邀请了青年朋友提出了4项的内部规划提案。劳工局也邀请青年朋友上网来票选，选出自己最想要的规划方式，还有机会可以抽大奖。根据去年的青年就业参与式预算审议结论，劳工局在今年邀请青年朋友为即将在板桥成立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出规划意见。40位青年参与工作方提出4项提案，其中一项是成立专业休闲产业及打造综合职涯空间。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了解板桥地区的产业之后呢，然后能结合自己自身的东西，然后能发展出板桥地区的产业有什么，发展中心能变成我们之间媒合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发展中心能提供一些部分的空间，但规划出来说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就工作，然后让青年们能去体验，才不会说应征上的认知上的落差，能让他们实际的去操作，那变成说 OK 没问题，那就可以直接去做就业这样子。另外有青年提出运用空间媒合地方创生，同时提供劳工法律服务，解决青年在职场上遇到的问题，让业师进入协助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的青年能够有相关的模拟面试跟那个履历健检，那也可以提供一个实习媒合机会，让高中端跟大学端甚至以上的青年都有相关媒合经验，让他们能够理解他们进入职场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像是其他相关包括地方创生，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跟人才的媒合库，让有意愿投入地方永续经营的这些新北市青年们可以有一个转介间接这样子。劳工局提供精美奖品，邀请在新北居住、涉及就学或就业的18岁至40岁青年线上参与票选，选出符合自己需求的职涯发展中心。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朋友给我们一个建议，把你们心中最想要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投出你神圣的一票，让未来这个青年职涯发展中心能够做得更完善更美好。提供了60个奖项，最大奖我们有 iPhone 还有 Swatch 等等的一个奖项，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一起来参与。票选活动将从即日起至10月17号，符合资格的青年只要上新北 Vote 就可线上完成投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台中市议会审议109年度决算，市议员赖嘉伟指出，审计报告连续两年是针对动物收容业务提出了检讨改善，但市府没有提出任何诱因，导致呢这认养率只有 44.9%， 六都的倒数第二。另外呢，市议员陈淑华也指出了，去年哦稽查了上千家的补习班，但合格率只有 27.8%， 要家长如何安心呢？市议会第三届第八次临时会今天审议市府109年度决算，多位议员针对市府执行绩效提出质疑。市议员陈淑桦说，审计处针对台中补习班合格率太低，要求改善，一查才发现109年补习班公安稽查合格率不到三成，家长如何能放心？查了1090家，结果只有304家是合格的，就你的合格率只有 27.8%， 市长，这样子的合格率你觉得能够接受吗？合格率审计部所做的这个审查报告哈，那我们都表示虚心接受，因为中华民国之所以有审计的存在，就是希望各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做得更好，所以对于稽查的情形，我们会遵照议员的意见哈，再加强。市长回应会加强稽查辅导改善，给学生安全的课后学习环境。而审计处报告中，教育局编列231万办理补习班稽查，决算数只有194万。陈淑桦质疑，这根本是稽查人力不足。此外，市议员赖嘉伟要求市府守护毛小孩，不能只是口号。他拿出审计报告强调，台中收容动物认养率不到五成，六都倒数第二，成效执行不佳。审计处已经连续两年针对市府动物收容业务提出检讨改善，台中只有一昧的宣导，没有任何诱因政策，如何实质提高认养率？10月1号起领养新竹市的毛孩，就能够有驱虫、狂犬病、犬只多价疫苗预防注射以及绝育的手续的照顾，而且新竹市还提供免费享有首年的宠物保险，宠物若遗失还有协寻广告费用。但我们看我们的农业局，他们给的回复是回复给审计处的说法是什么？是说要积极宣导。议员说，对于口头宣导难以鼓励民众认养收容动物，相较于新竹市对于毛小孩的保障，提供实质补助才是直接诱因。台中港区进行风力发电叶片制造厂的新建工程，但是今天却有下游包商数十人是大动作来抗争，表示呢这投资的天力公司因为履约上的争议，延迟给付工程款高达了1亿9000多万元，连带呢是影响到了下游的包商都收不到钱，大家真的是叫苦连天。众人举着白布条，大声喊着“还我血汗钱”。由天力离岸风电科技公司所投资新建的台中港风力发电叶片制造厂新建工程，由于与统包工程的原富阳装修公司有履约上的争议，因此延迟给付工程款1亿9340万元，连带影响下游包商拿不到钱，叫苦连天。你蔡总统吼要来遮剪彩啦，所以一直讲叫阮把进度赶出来。啊，阮无眠无日，进度甲赶出来了后，即马天力买。我钱有阮盐富养，盐富养我算盐富养的下游厂商，全部倒去啊啦，因三四个月拢无摕到钱啊。我们跟天力的合约，他们认为说哈，我们有两个部分呐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工程上哈的一个进度上的一个迟延，那第二个就是说验收过程有一些瑕疵的部分哦，还没修补。工程共分为12期，承揽总金额原本为13.3亿元，因后续追加6000万，变更工程款达14亿。而天力公司从原富阳履行合约，资金给付12.2亿元，8月初开始便以工程瑕疵及延迟等问题，延宕给付剩余的工程款。双方一个多月来虽已协商4次，但都没有共识。
那我们也在7月30号都已经完成，然后正式发文给天力。那至于工程的一个迟延责任，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程会 delay 会迟延，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个不是甲乙双方所能够控制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的 COVID-19 的影响，这个部分大概就影响到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讲难听一点，他我们的一个月的协商过程，一直在跟水灵东，然后他们的董事长、总经理也都不出面，派一个法务庄小姐来出面跟我们谈。那我认为天力其实对一个我们的履约争执，并没有真心诚意想要去解决，否则我们也提出我们在和解协议书，我们也提出很多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们一直就把它搁在那边。来到厂区会发现有工人仍在施工，但已不是原本的包商。天力公司对此回应，因双方有履约争议，目前已给付90%工程款，后续则由双方律师再行协商。每到假日，新竹内湾总是大塞车，从永丰桥一路塞到了内湾大桥路口。原来这双车道负荷不了大量通往尖石还有内湾风景区的车潮。而现在呢，中央将会补助2亿多，把2线道拓宽到4线道。县府今天呢，到了恒山乡来召开拓宽说明会，要听取地方的意见。车子一台接一台，每到假日内湾总是大塞车。解决打结交通，县道120线将拓宽到4线道。今天县府在恒山乡举办拓宽说明会。今天特别在县府全力争取之下呢，完成了这个我们第一期的内湾联络道路的拓宽工程啊。这个工程只要如期的完工之后，会带给我们内湾及尖石所有交通上的便利性，以及未来塞车也会减少。好的交通动线，希望我对我们的生意都会非常的好。那加上我们尖石真的也是露营游客或者说一般的我们居民每次下来也是大塞车，也是一直跟我陈情蛮久，所以我们才有提这样的计划。台上简报仔细说明，未来狭窄路段要避开边坡和游罗溪堤防，采向南侧或向北侧加宽方式。因为县道120线23.64K 到24.85K 路幅窄，只有双车道，假日通往内湾和尖石风景区车流量大，超过负荷力，堵塞车龙更影响周边交通。在公路总局核定2亿2724万补助下，要把1210公尺。长原双车道拓宽到16米宽4车道，从永丰桥延伸到内湾大桥路口。说明会有30多位民众参与，解说工程规划和期程，也要广纳民意，纳入后续设计。这条道路是我们假日的时候非常多的车流进来，所以我们施工单位特别考量到这一点，为了避免造成已经既有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更拥塞，所以我们未来施工的时候会采用半半施工法的方式。那我们会先针对预计要拓宽的路段先来做一个这个工程的施作，那等到拓宽段做完之后我们再来做全路幅的刨除加封。竹县10大交通建设之一的120线拓宽，预计明年下半年动工，才半半施工，让施工不影响用路，预计2年内完工，打通竹县交通的任督二脉。苗栗县政府结合联合大学、廉政署、苗栗地检署等资源，推动诚信廉洁扎根校园。县府携手联大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共同推动工程伦理融入式课程教育资源学习方案，借此要建构联能苗栗，推动优质工程。苗栗县政府携手国立联合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建立学子应有的工程伦理认知、实践原则和规范。今天就是推动了县府和联合大学合作来推动的联能苗栗优质工程的伦理，还有诚信联能合作签署的一个记者会，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公共工程，所以请了我们政风王处长还有我们这个道路啦，还有校舍啦，各项公共工程的建设的业管单位，我们工程师的谷处长一起来共襄盛举。
施工建筑营造不仅工程的品质重要，企业诚信价值也不能忘。县府为了推动诚信连结，扎根校园，结合各方资源，培育优秀的工程人员。双方将合作推动工程伦理融入式课程教育资源学习方案，包含举办绩优工程分享、线上论坛等，强化法治观念。联合大学有六个院，然后不同的科系。那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同学在出去之前，在就业之前，如果能够把法治的观念落实在心里面，那我想以后对他的工作的帮忙是相当的大哈。所以今天的这一个签署的一个活动，事实上来讲就是开启了一个我们法治教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借由产官学合作，学生可以在就业前体认廉政对于工程建设的重要性，未来投入就业更能够谨慎应对。有不少政治人物都会经营粉丝专页和选民来互动，而台中市议员李忠这六年多来累积了粉丝有10,000多名，但是呢，最近却不见他 po 任何讯息，原来是因为粉丝专页被骇客给入侵了，让他失去了账号的管理权，而为了保障万名粉丝的权益，已经向刑事警察大队报案。明明是自己的粉丝专页，却收到失去管理权的通知，市议员李忠难以接受。用心经营了6年多，却一夕之间被骇客入侵，专页的管理权竟被转移到越南。我的完整，对我的脸书粉专的完整控制权呢，就被移转给别人了。然后呢，这个就某某人就取得完整的控制权，然后呢，然后说李忠的完整控制权就被移除了。接下来呢，就说我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呢，只能够对越南的地区才能够使用。9月21号下午，脸书通知栏位出现一则全英文通知，表示他违反社群守则，要他依照连结进行处理。当下他并没有理会。23号又出现相同的警示通知，为了厘清是否真的有违反相关规范，就依照说明点击连结，并输入账号密码，却没有发现被检举的违规事件。直到24号要PO影片，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粉丝专页的管理权。李忠痛批相信脸书官方讯息而掉入钓鱼陷阱，除了失去经营多年的账号，更担心10,000多名粉丝的资料被盗用。这些10,000多人的粉丝哈，他们的资料是不是可能会被卖掉了，或者是做什么其他的不法用途？这个我们也无法知道，被骇客骇走了，然后被偷走了哦。那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用，那因此在这个礼拜二，我就跑到我们台中市的刑警大队，他有一个科技侦防这方面的一个分队哈，那我就跟他们讨论，那我也做了相关的报案动作。28号，李忠已经向刑事警察大队报案，希望警方能透过管道与脸书官方联系，对整个案件进行全盘了解，并呼吁民众，脸书出现不明的通知，千万不要直接点击连结，以免受害。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之前可能因为工作、经济、收入的压力的考量，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是怀孕的孕。7月1日起，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除了家人的支持，还有政府的支持，祝圆梦安心生。疫情爆发让桃竹苗地区捐血量大降，始终达不到安全的库存量，现在呢仍然缺了快3天的血量。而新竹捐血中心呢就花费100万，在竹北光明六路市区设置定点捐血车，今天启用了，也有不少民众都来响应挽救捐血。3、2、1，倒数声后，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与民代们拉开红布，竹北号捐血车今天正式揭牌启用，选在光明六路上，离行政区相当近，要培养民众主动定期捐血的习惯。现在随着疫情慢慢减缓，各个医院的病人都已经马上都回流了，所以我们的捐血量目前来说还赶不上医院的用血量。目前的各个血型，除了 B 型之外，
其他的血型都还蛮缺的，距离我们的一个安全库存量七天还有2到3天的一个差距。拿起号码牌量血压，捐血中心表示，桃竹苗地区一天就要使用1000袋血，疫情让捐血量锐减，目前血库量还是不足，差了近3天，又以 A 型、O 型、AB 型最缺。这次耗资百万，在竹北市区辟设了定点捐血车，附近公家机关、公司、银行多，期望让更多人响应捐血。啊，让我们捐血中心啊，王主任可以在我们竹北市中心这里啊设置定点的捐血车，啊来提供我们所有的乡亲可以到这里来捐血哈、哦，早上11点到晚上6点都可以到竹北家乐湖对面啊我们的定点捐血车来这里捐血，啊协助需要用血的人，我想这是功德无量。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民众每周3到5都能来捐，而竹北市公所也协助迁电设电表，让捐血车运作更顺畅。这当中因为又碰到疫情，所以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啊，一些包括电的申请、水的申请等等，它有一些耽搁到，所以到一直到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试营运，那么今天是正式来揭牌哈。我相信这个点是非常好的，旁边又有停车场可以停车。捐一次血大约要15到20分钟就能完成，平日一个捐血站大约可以募集到20袋，但今天启用第一天，截至中午就有56袋入库，要用善心热血救治更多人。未来民众前往新北的三峡河堤防呢，不再只是散步还有休息，还能来练练腹肌还有手部的肌肉。因为呢，三峡礁溪里长哦，请议员江宜珍帮忙增设了体健的设施，而且未来呢还会持续增设6座，满足民众运动需求。三峡河堤防是当地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去处，能一边欣赏涓涓细流的河水，也能在一旁的凉亭休息。而现在民众还多了训练腹肌及手臂肌肉的选择。因为堤防上运动的人很多，每天都很多，然后有里面反映说在上面做一个体健设施，因为这堤防就只光只是走而已，没有一些运动的设施，然后所以麻烦那个江宜珍议员，然后配合款来做这体健设施。目前先做3座啊，后续还会再有，再过去一点还会再做3座的体健设施，这样子。在江宜珍议员的协助之下，民众来到堤防不再只是散步。另外，里长说，除了预计完成6座体健设施，未来也希望随着堤防继续延伸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河堤上，因为早上跟傍晚或是晚上的时候，其实运动散步的民众非常多。那我们看到这边也有凉亭，那这部分也的确像里长说的，就是缺少体健设施。那我们这个体健设施完成之后，里长把消息散布出去，也发现得到非常正面的回馈。那这边目前是预定先会有6组的体健设施，我们会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回馈如何，那再做后续一步的讨论。虽然现在开放民众使用体健设施，不过防疫期间还是得戴上口罩，做好消毒工作，并随时保持社交距离，才能动得安心。孩子能安全的上下学，每天日晒雨淋，站在路口指挥交通的导护志工都是最大功臣。而新竹县内的国中小学一共有727位导护志工，县府就特地表扬了导护志工还有导护老师，要谢谢他们的辛劳。而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志工陈凤娇，一做就是25年，而且他还说会越做越年轻。欢乐的旋律，中山国小学童带来精彩可爱的妖怪手表太鼓表演，感谢全县导护志工，不论艳阳下雨，天天站在路口守护他们上下学的安全。县府就在竹东树麒麟文化馆进行表扬。大家在做这些交通的指挥，就真的是就这么辛苦，天天也是流着汗来维持我们的儿童的上学下学放学。我想这个就是大家这么努力，让我们的小孩子都可以安全的到学校去，安全的回到家里，所以大家是我们最尊敬的一群志工。
孩子安全上学，平安回家。国中小学共727位导护志工都是幕后最大功臣，给予更好保障。县府共同投保团体意外险，也表扬了114位导护志工和21位导护老师。其中中山国小落实融入课程，荣获全县交通安全教育国小组第一名。志工陈凤娇每天清晨到路口指挥，长达25年，日晒雨淋，从不喊累。如今70多岁了，依旧乐在服务，说越做越年轻。大家就是为学生好，就是努力的做，以孩子的安全为主要的目的，这样子。那可能我们就是比较在宣导方面，还有在融合课程方面，我们可能会比较一直在谆谆的提醒孩子这样子。我当志工也20几年了，就是说不知不觉啊，就越做越开心，越年轻。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还可以做，做到我不能做为止。我当志工，交通志工，对小朋友也很好，安全问题。看到孩子有礼貌打招呼，平安的上下学，阿公阿婆级的导护志工都说要继续做下去，精神令人感动。10月也是交通安全月，呼吁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一起守护用路安全。宣导校园反毒，教育部结合时下梗图流行风，举办反毒梗图创作甄选。而高雄市一共有16件作品获选优等及入选，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其中呢，左营区的新上国小就有5件作品获选，更胜一筹。而同学创作的梗图哦，不仅是创意十足，也充分展现了毒品的危害性，显示着反毒教育已经深植在校园中。新上国小6年级刘轩瑜同学创作的反毒梗图，有如恐怖电影海报。他将毒品形容为死神，提醒千万别因为好奇误触毒品，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惊悚的画面搭配易懂的文字，获选这次反毒梗图创作甄选的优等。我画死神是因为吸毒会不健康，会导致死亡。所以我就画死神，就代表如果死的话，就会遇到死神。为了强化反毒意识，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药物滥用创意梗图创作甄选活动，在全国139件作品当中，高雄市共有16件作品拿下优等级入选，获奖数全国第一。其中左营区新上国小就有5件作品获选，拔得头筹。教育局跟毒防局在这一块的反毒跟药物滥用，其实不遗余力。那尤其我们西上国小在这一次也获得优选，还有多位同学也参与，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感动。那未来我们在整个反毒教育的，不管是剧毒跟试毒的部分，我们还会持续在努力。不论是仿效电影海报，或是运用4个漫画方式呈现，同学用彩笔画出毒品对于身体的危害，梗图结合反毒元素，让反毒教育向下扎根。透过很简短的这个文字跟简单的图画啊，这个图像啊，然后表现出他们反毒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梗图这件事情来讲，对孩子来讲，他们都展现他们幽默的一面，而且非常的有趣。吸毒年龄有下降的趋势，再加上校园反毒是目前毒品防治重点，反毒梗图创作过程是逢疫情停课期间，而获奖同学积极参与的态度，老师也再三肯定。还有人小朋友他是用电脑绘图方式来呈现，所以我看起来蛮惊讶，而且我发现到他们这样子很主动的想要就是将自己呢对于反毒这样子一个宣导去做一个创作，很主动的这样子去做一个投稿，我觉得也还蛮开心的。毒品会让身体变不健康，然后脑袋会不清楚，最后可能会死亡。因为吸食毒品会让人的身体不健康，而且会让你的脾气暴躁，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会让学习的成绩还有意愿降低。用文字图画结合成反毒意象，并将吸毒对于身体的危害表达出来。反毒超有梗创作甄选，跳脱出以往的教条宣导，借由时下流行的梗图风潮，让同学牢牢记住反毒剧毒的观念，勇敢向毒品说不。新上国小反毒超有梗，赞！从键盘的讨论到面对面交换意见，帮助施法。理出头绪，判决可以更接地气，审判也可以细心有温度，专业结合厘清真相，用民意打好苏华地基，国民大官。
一起审判，实现你心中的正义。振兴五倍券从10月8号起可以领取了，您想好这国庆假期要去哪里玩了吗？全国商圈国际嘉年华活动呢，国庆假期会在竹围的渔港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商圈的业者会展售特色商品。桃园市府呢加码电动机车来开放抽奖，要点燃振兴的第一把火。振兴五倍券第一阶段从10月8号起可以在超商和超市领券使用。部分在9月25号起完成登记的民众，国庆假期就可以开始使用五倍券。中华民国全国商圈国际嘉年华要台湾越国际活动，10月8号到10号在竹围渔港前举行，共有200多个摊位，还有婚纱和美容展。10月8号到10号，国庆连假的3天，也是振兴券发行使用的第一天开始，那么要举行全国商圈嘉年华。一共有200个摊位，那同时把全国各魅力商圈都能够一起参展。另外我们有婚纱展以及有美容美发展，我相信是疫后的第一个大型振兴活动。这场全国商圈嘉年华是疫情缓和后全国第一场大型的振兴经济活动，桃园市政府也加码电动机车开放民众抽奖。那我们希望消费信心可以回来，那这一场是一个点火的活动，那因此我们市政府也决定除了协助举办以外，再加码这个1天抽10台 GoGoRo， 那3天抽30台 GoGoRo， 那希望能够让这一次的商圈嘉年华能够热闹。经济部也鼓励摊商使用电子支付争取五倍券的商机。在10月8号振兴券开始启动之前，大家都能够开始规划这些商圈的振兴的活动。那包括说怎么样提高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来到商圈使用数位支付的这个比例，那再来加上就是说我们商圈有没有什么好摊的可以做一个行销的整合。商圈国际嘉年华活动在国内疫情趋缓、放宽活动举办限制后登场。桃园市政府和中华民国全国商圈总会希望这场活动可以让各地的商圈业者从疫情的影响中走出来，而活动结束后也能够吸引消费者继续造访各地的商圈。桃园市红茶评鉴比赛的成绩揭晓了，龙潭区的茶农黄金武从360位的竞争者中是脱颖而出，获得了特等奖。今年气候异常，台湾是遇到了56年以来最大的旱灾，但是呢，黄金武仍然是凭着多年的制茶经验，做出了优质的好茶。桃园市优质红茶评鉴比赛结果出炉，颁奖典礼在桃园市综合会议厅举行，由市长郑文灿亲自颁奖。今年参与竞赛的点数高达360点，由农委会茶改厂专家针对茶品外观、水色及香味进行评分，其中特等奖由从业35年的龙潭区茶农黄景武夺下。龙潭经历13年的比赛后，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以前红茶大家在心目中就是那早餐店有忽然这边最近被我们把特色彰显出来，就变成精品。经过多年努力，茶农终于擦亮陶印红茶品牌，期盼发扬饮茶文化，让更多人认识陶印红茶。今年气候异常，台湾遇到56年来最大旱灾，黄金武仍凭着多年制茶经验做出优质好茶。而市长也提到，桃园茶叶产值高，像是陶印红茶、东方美人茶都广受消费者喜爱。为了提升茶叶产量及品质，是否针对茶产业进行补助计划？所以我们也进行了各种茶叶的补助计划，像竞赛、像茶园更新、像灌溉的补助、茶叶生产机具跟烘焙机具的补助等等。所以目前我们的茶叶的这个产值并没有下降。目前市府持续推广平地茶园计划，要让具有200年历史的桃园茶产业成为代表性的茶经产业。
位在苗栗后龙镇福宁宫前的两棵老榕树就如同地方的守护门神，但是去年开始枯黄了。庙方起誓的宁王爷得到指示是不准砍树，而老树医师彭玉明就带领着大爱志工队展开了抢救老树的行动，先以铁架支撑清除腐蚀的树干，后续呢会以碳化、换土等方式来持续救治。拿起听诊器仔细检查，再敲敲看，这才发现树干里头竟然早就被蛀掉，变成空心。树立在后龙镇福宁宫前的这两棵老榕树，据地方耆老指出，已经有将近百年，但不知何故，去年右前方的老树开始出现了枯黄。庙方尝试开气孔救治，但不见成效，另一棵也跟着生病。网友的意思是说，老树是帮我们福宁里啊。挡掉了一些灾厄哈、哦，那老树的存在呢，应该也有它的意义，然后让我们哈、哦，就是有这个想法来继续做这个救治的动作。那么一开始哈、哦，我们是庙方我们自行哈、哦，就是打了一些气孔，然后把稍微做一些开挖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但是一直没有起色。那因缘际会哈、哦，认识了我们这个树医我们的彭老师，那彭老师的带领了他的义工团队哈、哦，来做一个诊断。请示泥王爷不准砍树，管委会赶紧请来专业的树医生大爱义工队出手相助。第一步先以铁架支撑，周边的混凝土铺面也会挖除，再把腐蚀树干清除掉，以利后续进行碳化换土作业。我们要给它开挖的彻底一点，然后也截掉了大部分的末端的树枝。左边这一棵啊，中空很严重，要给它清创。把它腐朽的部分挖干净之后，要给它做一个碳化除虫除菌的一些消毒的工作，然后要给它做外科手术，给它填补健康的活株。抢救老树行动持续进行，期盼能够早日恢复健康。不仅是因为神明指示不能砍，居民更认为榕树是在替地方挡掉灾害，如同守护社区的两尊门神，共同见证了福宁里的人文历史。以上就是今天的 TNews 联播网，我是主播陈湘怡，谢谢您的收看。 TNews 联播网每晚八点与您一起关心最贴近民意的新闻，我们再会。真相最深入在地，站在新闻最前线，追踪探讨你我的大小事。TNews 一网打尽，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高雄，专业温暖在地，都在 TNews 联播网。哎，小偷！Cobre a boca para tossir。Máscara. Não rela em mim. Lava a mão. Ué!外籍家庭看护工受疫情影响无法来台，家庭照顾谁来分担呢？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回母国休假未能返台，只要被照顾者经县市政府照管专员评估属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就可申请使用各项长照服务，如有需要可拨1966长照专线申请。